进一步的话，把那个学生成绩输入跟刚刚会员哈、哦、这个类似的写法把它结合在一起。那我们这边又有另外一道练习题，就学生成绩。不过这个学生成绩哈、哦，你特别注意啊，在一样在云端白板哈、哦，在 member 的隔壁的隔壁哦，在这里哈、哦，你就把它打开。打开之后的话，各位可以看到，因为之前输入成绩就只有一个成绩，那现在的话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而且还多一个名字。另外的话呢，我需要怎么样把这些四个栏位的东西哈、啊，要能够放到那个我们 Python 要把它读进来，OK，这个难度就更高了。然后并且怎么样呢？要算出每一个成绩的总分、平均、最高、最低分。OK，好是，而且还要最麻烦是最高分的人是谁？OK，哦，这地方的话相对的比较困难，所以。后面的话等于又比之前的还要更上一层楼，就是一个 list 变成四个 list，因为要有四个栏位嘛，对不对？好，OK。所以其实我是觉得，因为list 它的麻烦地方是太抽象，因为你要用想象的。但是 Excel 它的好处是看得到，OK 啊，所以也许你可以用什么？用那个 Excel 啊，这个是 Google 的试算表，你用这种方法来想象。那首先第一步，请各位怎么样把这个档案先下载，因为它这个其实。Excel 的，其实你也可以用 Excel 的方式来做啦，只是说因为哦，我们现在还没有讲到如何利用 Excel 开档，有没有在 Python 里面开一个？所以呢，最简单的方法，你可以直接下载格式的话，我们先下载比较简单的，就是 CSV。因为 CSV 的好处哦，它的格式呢，基本上都是中，就是加逗点而已啦。其实就刚刚我们看到的差不多，只是副档名一个叫点 TST，一个叫点 CSV。那我们练习的话，请各位就先下载这个学生成绩哈、哦、里面的 CSV。那第二步的话呢，我已经下载了，所以我把它开起来，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学生成绩，然后多一个一杠 A if。那当然，首先的话呢，你可以按右键，其实当然你可以直接开启啊，点如果点两下，它会用 Excel 开。不过开起来之后，你会发现是乱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。这个东西是从 Google 下载，Google 是用 UTF-8 的，可是呢，在那个什么呢，在那个 Excel 里面，它用的编码方式是 ANSI， 所以它开起来，哎，UTF-8 跟 ANSI 没有办法 match， 所以它乱码。那如果说你要解决这个乱码问题的话，以后如果你遇到这个问题啊，其实最简单的方法，我之前讲过，很简单嘛，你就按右键哦，不要用 Excel 开哦，你用什么？用先用记事本开。那我们就按右键开启档案，里面有一个记事本，好，那你记事本的话，你可以把它另存新档一下。其实，在 Windows 里面哦，这个记事本还蛮好用的，你可以把它转成什么 ANSI， 然后把它储存，确定有没有，再关闭它哦。啊，我们刚刚用 Excel 开乱码，现在重开一下看 O 不 OK？ 基本上的话，我把它点两下，你会发现哦，哎，这个时候呢，在 Excel 里面的档案的嘛 ，CSV 用。你是有开就正常了 ，OK， 所以哦，所以好像之前也蛮多同学遇到类似状况，人家给你档案一开，哎，怎么乱码哎，哦，很简单嘛，你就用记事本来把它打开，观察一下它的编码，把它改成 ANSI， 你再开就 OK 了，哦，那第一步 OK 了之后的话哈、哦，那不过当然如果你改 ANSI， 你下一次 encoding 就不用 UTF-8 了 ，OK， 啊，如果说你没有把它改的话，一样要加 encoding， 那我如果希望哈、哦。请各位帮我第一步，第一个，哎，把它开起来。那其实这个地方虽然是副档名点 CSV 哦，不过你可以把它当 TSE 一样看，因为其他里面就是一个纯文字啦，只是副档名不一样哈、哦。那我希望怎么样？哎，帮我把姓名、国文一直到数学分别存到 Python 里面。但问题来了，我要怎么存？而且有四个栏位，所以基本上我想法是我产生四个栏位，然后分别把它放到。里面去再做处理，好，所以我未来希望看到什么结果，我先 demo 一下，来各位想一下，就是如果我 run 好之后，我希望执行它能够怎么样呢？能够啊，我刚刚那个编码方式哦，这边改掉了，所以这个就不用了，有没有 encoding？ 如果你反而加 encoding 反而会错，好，那我把它 run 一下。那如果我今天希望看到的结果哦，哎，就是长这样，请你帮我把在刚刚的这个档案怎么样？就是开到哪里呢？开到 Python 里面，这个东西全部帮我读到这边来。第一步，第二步的话呢，哈，
帮我统计一下，国文这一科哦，最高分总分是几分？所以这个地方就要把它上，把这个全部加总，平均几分？就是它加总之后除以有几个人 ？OK， 然后呢还要做一件事，最高分是几分？哎，里面哪一个最高分？哎，那怎么做？其实用 max 就可以了哈，范围给它 max， 然后最麻烦的是。最高分的人，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？这个就比较困难了。不过这边的话，我用到那个 list 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叫 index。这 index 在 Excel 里面也有啊。index 就算什么，找它的那个相对的那个值在哪个位置哦。OK， 所以哈，这个地方如果你懂得会用 index 的话，你就可以找到最高分的人，那个人是谁。哦，不然的话，哦，以前我看有人怎么写，就是用写个回圈，然后比对比对，留下最大那一个，然后再去找到相对应的那一个人的名，所以写起来很复杂。如果你不想那么复杂，你用 index， 其实还蛮好解决的哈，哦。那同样可以把国文、英文、数学都把它列一个报表在下方，哦，不过这个部分我们不是用 Excel， 我们是用 Python 来完成。然后怎么做？也许可以想想看哦，也是按部就班，个别的各个击破哦。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。